dia.要岔着这样走比较好一点。那条红线好，好整齐哦。前面楼梯要上进去了。那你看这样困了吗？好热哦。很滑，我是用这个扶着手。
二十分钟到顶。看，还好我记得开两次，我很舒服。我现在好，好热啊！它整套，然后那个是 Springboard 的，它是那个两个都可以。对，它要爬山的时候会拆开来用那个走，之后到了山顶把它锁成一片，它滑下来。可以分两片啊？对，但是分两片不是拿来滑的，是拿来爬山的。然后你看它的雪棒，这些它要去背扛水，它做到顶它要自己去爬山。尖头松雪板在滑松雪，他就是要去滑没人滑过的。雪，它是鞋子的那种，下面有个爪子。前面也是，六个都是，六个都是。你没有你，对啊，你没有那个雪崩的那个防止者。要做这种活动的人，还要有那个救命工具。对，要有三个救命工具。参加过训练才可以去滑。他参加过训练，学会用那个才可以滑。哇，会流空间，会淹死。不然的话，总会。对啊。
塞，算了。那哎，看你的，可以。啊，是哦。那我插电。哇，你看我跟你一样。现在8:28，我先插 A 小，找不到，插好了。它的记忆量够9天吗？我说 GPS 的。GPS 不够，但是我好像弄好了传输的那个，我们按不紧哎。好，好了，好。他说什么几号柱子有绝景，我也不知道。绝景不知道。拍照的景点，管他的。好了。拿掉了，我都会瞎掉。对呀、啊。拿掉了。我是拿掉了呀。我怕取物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就是。剩下的红线下午可以划一下，我猜那条就是。你不是说我们都划完了？不是，我是说计划中要划的划完了，但是昨天看地图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地图拿回去，放在哪里？好像没放在口袋里。嗯，那我叫地图出来看。我也有电子的。嗯。很热，先散热的先。所以这两个一下打开超凉的，这个超凉哎，觉得好可怕，不会凉。就是那一条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一条，然后又都没有人滑，还是那条根本就不能滑。山上有一坨小黑点，不是人吗？是啊，那一坨从刚刚站到现在，车子没有在动哎，车子没有在动。好像我们没有能力滑那个。那边有2号跟4号缆车，2号是右边，左边是4号。4号的话，会到一个粉雪区，还是什么的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半的站了，这么快？那20分钟是后半段的时间吗？对，后半段比较长一点。我觉得昨天橘色这个也蛮陡的啊，小朋友在冲这个。这是红线啊，上半部是黑线。上外部黑线就是那个什么马兹贝，就是据说是很黑的黑线，然后它在山林线上面，就是很高的感觉。哎，哦，你说往左坐好了，假设有的话，等一下要的话，会让两个人上来。maybe 如果有人啊，因为现在是第一班吗？现在没有第一班，我们是8:10嘛，第一班8:00就。你要配蓝牙？对啊，这个应该不是之前配就有吗？有啊，可是他刚就是找不到。嗯。我就把它忘记，我要想配。忘记，找到。嗯。我是配另外一个蓝牙。不，这种蓝牙的用法是先关机，然后打开的时候是这个负责搜寻它，然后它会说 connected 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可是我刚刚看蓝牙，它就是超热傲啊。然后没有 connected。对啊，除非硬是 connected 到。哦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帮我关掉。在排而已，可能前面就上了吧。没有人排，没有排很长。我刚刚只看到两个人，他应该前面车子就上了吧。没人了吧？
近两年来，近两年来大陆制造最多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晶片，然后他拿去做蓝牙喇叭、蓝牙什么、蓝牙什么，全都是类似的东西。你在研究哪里？没有啊。到处看。我觉得那边没人滑一定有原因，他就是缆车没开还是怎样。白滑那个是我们到底刚刚看到，然后有小朋友在滑是哪里？什么叫小朋友在滑？就是小朋友在竞速，每框一半球。竞速是这一条黑色接红线这条。是吗？是啊。中间没有山，没有树啊。什么叫没有树？都是红的啊，因为你根本没看到右边接的地方，你看到小朋友全都是红的，他们那个就是右边这一块啊，红色围起来右上角那一块。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树在树的右边才是黑的，小朋友滑的哪就是它也是红的这一条啊，所以这条红线被围掉一半啊。这条红线什么？现在感觉人还蛮多，左边很松，空空的。穿一样的衣服的人在滑。什么叫一样衣服？红色衣服的人。你说里面的人吗？搞不好他们是练习啊，还是什么？再从下面没有，这绑住的那种衣服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这是个好计划。出来，这样不要碰到我的脖子。对啊，不然就很在位置。他要在帽子的外，但是要在。你的帽子上又没有一个洞让他出来，那你怎么把它放到帽子外？领子不要拉那么高啊。领子就是那么高啊。哦，眼镜不戴不行。最下面的那个中央缆车坐上去，然后再坐上面。右下。但是那一段黑黑的，我可能会很痛苦。哪一段呢？好，母慈第一 pair lift， 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吧。走啊！今天晴天啊，下午是试试那一个吧。到了吗？早得很。你要关吗？刚刚就是关着的、啊，对。我这里现在是半开，昨天一直都觉得很凉快。
堆人啊，所以我们昨天是坐左边那个缆车上到这里，因为不想走回中央，所以就坐这个。就开始了、欸，你后面帮我拉好，帽子。现在8:38，然后明天9点多再开始滑，因为明天9点为止雨比较大，看起来很陡呢、欸。还是我看错了，我们已经超越了，超越了啦。那这不就是马之背吗？哦，吓死！地好不平哦，我的妈，都是一坨一坨一坨的。哎、欸，还是这里是马之背，这里吧？它黑线就是不压，所以就被人家弄成那个啦。就你们这些 ski 的、啊。嗯。下来，你中间就不大会排队，又可以坐回去上面。那之后就没有滑林间道的机会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一开始之后的话，就排队人比较多，你就要花时间排队啊。也可以滑啦，就是就不大想排队啊。好，两个选择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好，滑林间道。中间才5分钟、欸，我们先上去一趟下来，然后再去滑林间道，再上来。折中也可以啊，但是第一趟上去就先不拍照，省时间。嗯，左边还有别的、欸。然后下去弄林间道下去之后，就可以顺便聊天。耶。嗯，现在我就有一点点渴，那在中间喝水上厕所。今天早餐就喝很多果汁啊，现在就渴了。你看还很远，他爬过那个餐厅呢、欸。餐厅在哪？旁边不知道那个窗户是不是，还是是后面？那里有个窗户吧？不是，那就更后面了。要再下去。因为如果你看到餐厅，你记不记得餐厅旁边有一条绿线？那不是昨天有滑吗？对啊，我们昨天有滑。然后你看到左边那么低，那肯定还很远，要一直到那个雪道跟我们快差不多高，餐厅才到。白白的山，这边可惜好不好看到外面。不是，我要这样拍一下。不是啊，左边窗户都开了，手伸出去一点点，靠你，是不是？哦，而且我今天怎样？
要手机给你拍照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子就拿过去给你，所以有人拆了半天。有什么东西要拆？线啊！哦，你说无线哦？对啊，你看，帮我拍照。那你那个收好，你的你这个飞出来，你刚才把它放在一个用不到的口袋好了。好，那你真帮我，不然你手机会一直拿出来。结果这个，它这个窗户，它留这个到底要干嘛？一个人在这里看吗？那自己怎么爬到这个楼梯？对啊，他滑过来吗？这样啊，随便你看。按，长按。嗯，好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餐厅了。嗯，木乃伊。都没人呐、啊，有人在翻滚。我正想说他滑得很快，结果他在翻滚。哪里？那一个，现在已经坐在地上。看他翻滚的样子，我觉得是雪板。我还在想一件事，就是那个最上面那个道，它应该会压雪，所以我们即使早上第一趟滑那个，应该会比昨天好滑很多。要是人很少的话，就用大弯下，用回山。我相信你用回山，你就会滑得更好。你弯做大一点，回山到慢到你觉得舒服了，再做下个弯。看林间道现在都没人了，雪不好。他会不会因为没人，然后又松松的，结果你就动不了了？有可能。你就一路直滑。没有人，我们没有推你，我们自己的体重刚好让我们自己前进。哎、欸，你看下面那个是人还是动物的足迹？哎、欸，姐姐，动物了，那多哪？绝对是动物了，那么整齐，体重轻轻的，都走哪去了？我想看到，你看那只脚爪印啊，这个脚算大的，我们昨天看到的脚是更小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四只脚的动物。对啊。因为它后脚踩的洞会配合前脚，然后你看它两个两个一组。好啦，戴手套了。早起的鸟儿。那我们要先上去还是下去？先上去啊，那就滑右边，滑右边接这个缆车站。我看大部分人都要滑这个吧。哎、欸，你看。那个雪道很干净啊，压过了。啊，压过了不好滑。压过了，我们比较喜欢。那你滑中间啊，中间没压过啊。而且人又不多。好，我们用那个热水，很好。我要滑大了。爬山的往哪边走？往前走。他们要去前面爬嘞。我走这边，坡度缓的地方。哎，这些人都要上去是不是？好了，拉拉筋吧。
它还有官方的 beacon checkpoint 哎、欸，就是检查你的救生工具到底有没有 enable。啊！哦，换裤子看不到大。ポイント、あのポイント券買ったんで、4人はリフト、あの多分一人だけ現金。左手翘起来，你的左右手会定住哎。你右手一直翘着，这样滑下来，从头到尾，我刚好入下。我很紧张啊。嘿。觉得很丢呀。怎样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帮你挡，站比你厚一点就会这样了。哦，太阳方向在这边。嗯。来看脚胶。嗯。看什么脚胶？这个啊，脚胶。它去哪里了？至少方向应该是往这边吧，往上，然后再看。爪子好可爱哦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。它有画图说有鹿啊。鹿不鹿鹿不鹿不知道会不会卡掉。你看这片，你检查它的足迹，看有多少人滑过。还是说那些动物他们就会不想走这条地方？很短哦。对啊，对，不想过街的松鼠。你说那日记啊？会不会反而不好？不知道，但是你看哦，你看上面的右半部，为什么它会三个脚一组啊？没有，其实是两个脚一组。然后它有一只脚没踩对，就是它哪里没踩对？前面两只脚开路就会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后脚会踩着前面踩过的那个印子，这样后脚比较好走。这边很近很近。嗯，感觉是啊。刚我下来就紧张了。嗯。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滑红的？
好，不要紧张。你要回山，慢下来再做下个弯。然后因为今天人那么少，你横整个山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是不敢横整个山。但是今天人那么少，我就要横整个山，我要做超大的弯。预报本来是说昨天晚上会铺雪，那你看今天都变成晴天了，所以表示它雨云的预估跑掉了。那没有雨云，晚上就没有雪了。我昨天昨天扣的一样，我除了觉得脚踝那里被夹得好扁哦，你知道我的小腿有两个粗细吗？穿雪鞋的地方是细的，然后以上是粗的。没有，我昨天那整个都红的发烫，我怕我那边发炎，所以我今天才不敢穿太紧。嗯，就少扣一点。你左右脚有不一样吗？左边比较严重。就是扭到那个吗？不是，是没有扭到那个，整个红的很痛。好，那个是用力的问题，因为你的右转左你都滑得比较稳定，你转下来不但是圆的以外，你说你也比较相信你的右脚，然后你的左往右是匆匆忙忙就给它转过去，脚都很痛，所以你的左脚出力比较多。这样是几度啊？你有看吗？没有看仔细，昨天看的话就是零度左右跳。我的角度 OK 吗？因为我忘记掉地上。你的话就是往后翻到底，对啊，现在还是往后翻到底。先滑去化工啊，还是等机啊？先滑过去好了。我两个人不一样。往前吧，我先下啊，我先下啊。我昨天都没有注意到上面有铁棒棒，而且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样往上去。可是我
很像是哎、欸，你看那个走得好稳哦、喔，还是想偷拍个照，再还一次。你爸有头发吗？你的头发？动太快也不行。好嘞。你走啊，好，我走了。好像准备要下来了，挪啊挪的。谁在等灯灯？无聊。今天雪很好滑哎、欸。没有，很好啊。我就说压过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压过比较好，压过的很好滑。
那再来啊，再来啊 ！Go go go！ 从那个洞进去啊！其实人已经变多了。其实你在滑的时候，人就已经变多了。啊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到处都变好滑了，不限这里，不然你可以也可以滑下面那个红的。好，一次。然后那个什么，这次下来的话，能冲多远就冲多远。我们在餐厅前面，不是上去哦，就在前面这个路上就好了。那我们先上去咯。这么得意，但是也要人少，旁边人多你应该会紧张。既然你觉得好滑，你趁机练习你的另外右。我练，你没有看吗？没有，你还在后座。看错了，我没有。有，你有。然后你的左右还是有点不一样，你试着再更相信你的左脚，你身体放过去一点。我的话则是觉得左脚有点，我觉得我左脚有一点点痛，为什么痛？脚踝的地方。你有扭到吗？没有。那就代表我的左脚用力有点不对，或者是穿起来有点不，或者是跟上次一样，就是滑到第三天，那边就会比较痛。然后因为第一天滑太多了。脚爪子去哪里了？所以你再仔细看，通常它是两个一组，就是前脚跟后脚。我就看到三个。前两脚跟后两脚。你说这个是三个？不是这个。这个很像三个，其实你看有两个是叠在一起的。不是这个。这边这个吧，这个是三个一组的。那你就看，其中有一个是两脚叠在一起，中间的那个，中间的那个比较大，中间的那个踩了两下。因为比较省力啊，踩过的再踩一次比较省力。我那个大弯最后有一个弯到有点乱的那边去，吓我一大跳。现在人变多了，好多、哦。那我们三个就要接着录，不然录不到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接着录？就是三个要跟在后面，他滑第一个，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滑。这样才用不着这样吧，不然怎么滑，而且拿棒棒的应该当最后一个，当第一个，不然就只看到我们后面。你每个都要入后脑勺，棒棒都是拿前面好不好？你要让梅华拿的话，他你问他会拿前手还是后手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你等一下问他、啊、他拿后手，那我们就是跟后面。对啊，他拿前手，我们就是跟前面，也不是跟啊。一定没办法，都录到的啦。他主要是录到自己就好。你是说已经拿给他了，还是上去再拿给他？啊，在我这，在你这啊。
那要在哪里拿给他？正上方拿给他。下去填。下去填。那就先好了。我多久又要碰它了吗？没碰到，没有。昨天那个最后那个很恐怖的红线有没有？那个的恐怖啊，现在刚压过去滑，也不会滑得像昨天那样哩哩啦啦的。因为一直跳，可怕。那边好像跳的大大的。那边好像被人家刮过，然后又没有晒到太阳，所以越挖越粉。我鼻子都有弄好哈。有啊。我怕我会晒黑。头发还是嘴巴里，难过。自从山里的路能开太快。山下就是一直会开到，是不是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山里风可能比较大。但今天这样也还好、啊。应该说他这个的那个变速轮反没有那么好，而且是两人难吹。仔细观察一下，左边跟右边最远到多远？我起滑要从正中间开始，然后滑到右边，再左边。吃到嘴巴里也是蛮难过的，我在想滑到底要怎么弄。还有。现在开始有人在滑了，我听到打钉的声音。你要拍照吗？可是你要按一下吗？
应该不用升到最长吧？啊，来得及按吗？啊，要不要拍到？你要来吗？我这样就可以啊。它有一点点缓冲时间。是啊。对啊，你要拿多长？随便拿，我知道。拿最长啊。我怕危险啊。不会啊，就整个丢出去好不好？万一真的有问题，就整个丢。你会拿前手还是后手？不能靠住哦。啊？它不能有这个靠住。没关系，整个丢出去比较安全。你要丢出去，那不是你的东西，我要怎么丢出去？我们要怎么滑、啊？滑单。你拿前手还是后手？等会还没按呢、啊，后手。后手，好，那我们是在后面啊。OK， 好。好了。是吗？哟吼吼吼！好，等我。那你先滑，然后小弟在后面，我跟在最后面，能录到就录到，录不到就算。我想办法跟喽。可以在，你可以在这个会上去一点。好了。好，走。你先，最后你先，你先啊！你说你拿后手。我不会在你后面。对啊。我还没拿过哎、欸。小心啊！怎么听到动歪的声音啊？啊？怎么刚刚又听到？哦，没事。就你这样拿着会不会危险啊？啊？你这样拿会不会危险啊？哪里拿会？你要不要先把它转下来啊？对啊，对，你先到我们可以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你这样子我话会掉哎、欸。还是抓，让我抓在手上好了。还是大梅花为什么不让他抓在手上？啊？为什么不让他抓在手上？等会儿我说你先上。对，我是说让他抓着。好，你先滑，我在后面看着。
左边雾雾的山。等一下就会看到啊，其实现在就要拿了。你是想还是我拿？不然换我拿好了。我拿的话伸最长。对啊，是啊。这第一节我现在也不动。那你先把它缩进去，然后再一路拉出来。是用扭的吗？是转，它也是卡死。哦。啊，我又按到了。每次你转的时候都会按到它一下。这有那么长吗？有更长啊。我看看，前面，它就是有一个方向会锁紧。先把它拿下来。用这个转。哦，就是我刚刚转到那一个。要再转回来是不是？对，它有一个转一下就卡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正常。你等一下戴手套啊，你要帮我开啊。好啊。你就已经要开始录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。你。这次换我拿。你拿好。你要拿吗？对啊 ，OK 哦。那你这样要不要用一手拿就好？对啊，那我要用右手拿吗？好啊。就是这样用两手抓起来，我本来是想说我两手抓起来就是我可以，你不要摔到它。你拿还是我拿？你这样拿，这样子。好。好，按两下。好，这样是啊。好，绿灯闪烁就开始拍了。哟吼！拿十张，你要拿横的，他拿戳到雪地里。耶！一定要拿横的，这样子都很难对影片呢。这样吗？直立的好吗？怎样拿？
好，继续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多远啊。在这边。这样变我走不动了，这样。要换我拿吗？这样拿，换我拿。好啊。我要拿这个。哎。哎。抓最下面了。看看我们在拍。有吧？有。好。走喽。哎，我先走啊，你要在我后面吧。好，你快啊。哎，这边你一路用你最快，也不是最快，你小心慢下来就是。你看其他人都在推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好了，就拿着360度路的两个。三个人在这里挣扎的样子，卡住卡住，这样子卡住。哦耶！结果他跑掉了。变成扛在肩膀上这样。我是说这样才可以拍到我的背。啊？跟上来了。要先关了吗？啊？要先关了吗？好，关啊！其实林间道还要继续那样子哎。好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再滑了吧，林间道有点痛苦。我们滑回去刚那个红线吧。好，收起来啊！要继续吗？有点太缓了。不过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们还是滑下去好了。我先确认一下这里是哪里。应该是刚那个接下来的线啊。我觉得就滑下去好了啦，因为这个压过会比昨天好滑，我们滑这个好了。哦，因为好费力哦。对啊，脚好酸。好啊，那我继续哦。在这里啊。应该是啊。还没有真的林间道。没有，刚已经是。就一段而已啊。对啊。那要不要滑过来，然后接这个？要吗？现在要走过去、欸。要，好累啊、喔！哎呀、啊，很累。跟过去而已啊，这也是一段，然后那也是一段、啊。要吗？ブレーキさえかけられれば。好热，好啊，感觉热啊。好吧。要啊、喔。可是玩过去。对啊，你比较累，好不好？对。不大想这么干嘞、欸。还是下去，下次再试林间道。对啊，好累哦。滑过去那一边，这边我们还没滑过。就是走，不想走过去啊，很累啊。那我们在下面等你去走林间道呀。不是靠腰，我们当然要选省力的啊。腰很酸哎。你更累好不好？要不要拍？可以啊，你就拿，你录你的、啊。或者是说中午的时候要看一看效果怎样，才知道我们录的时候有什么缺失。我
哎、欸，还是我们现在就去中间休息喝水，顺便看影片，才知道刚录的好不好？都可以啊，其实刚录的我就不知道好不好啊。可以不用，这时候可以不用录，反正我们已经有刚刚录的了。就是现在下去喝水、上厕所跟看影片，所以要冲到中间缆车站哦。对，缆车的那个。没有，直走就对了。我们应该接着会碰到那个昨天比赛的那个地方吧？对。对呀、啊。好滑，好滑，很好滑。好大一面哦！觉得怎样？啊、高兴吗、啊？你看这么大，这么大一面。对啊。好啦。对啊。你现在就很轻松啊，你趁机练左脚，你左脚踩多一点。
我的脚底板好累哦。我脚底板好累哦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我真的在感觉那个用山下的那只脚加压力的那种感觉，结果就好累哦。欸？还在上面吗？哪里？他是在我们前面还是后面啊？不是啊，还是他在前面啊？他下面吗？哎，在前面。我因为我认真在看，我在认真登机，所以我不知道在哪里。走啊走啊！我在等你。现在还没有下到绿线那边，对啊，下。没力气，要不要再跟昨天一样？没力气了。那这样过去跟这样过去，如何？现在走过去还是跟昨天一样用滑的？要用哪一个？用走的，好。
啊，受不了。应该要休息，应该要休息，真受不了。我们是不是从夜店滑的？我们大概只滑了一个小时而已。我们要在这里吃东西，喝东西。是我们买他的东西，就喝的东西了。还可以吧。猫帮我按关掉。反正就又要喝又要那个。对啊，休息一次吧。太热死了！太热死了！太热死了！你不知道热？